我最近成日发梦，我梦见一个女仔，我哋细个咧系好朋友嚟嘅，不过之后冇联络噶啦。咁喺我梦里边咧，我哋真系相遇翻，但系梦入边嗰个我咧，又好似唔系我嚟。好彩琴晚有人发现得早报嗰景咋？点解会有咁多相嘅？呢个系我小说嘅第一章。940920。我真系穿越咗时空，我真系翻翻去过去啊！咁你见到啲乜嘢？我一直揾紧嗰张相，系我同我阿妈唯一嘅合照。咁对你嗰个余家聪嚟讲，940920又代表啲咩咧？佢话嗰一日系佢妈咪嘅死忌。到底940嗰晚发生咗啲咩事？我唔系嚟自呢个时空噶。咩两个时空啊？我觉得你依然是我认识的张丽莎。我觉得我人生好像一早就定好晒，命运好像从来都不俾我拣咁。穿越能力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到头嚟都只是失望。我走了。